姥姥，这吐司跟老奶奶都吃腻了。那是你们年轻人不会吃。就你别吹牛了，臭小子，姥姥做好了，连500块都吃不到。姥姥，这吐司能做什么花样？没吃过吧？待会好吃的让你舔手指。你可别骗我。 买啥新手机哦？我买的是二手机，在转转APP上买的，比我实际在3300，与其你便宜2000多，看不出是二手的吧？成天推荐你也不转转。这花生，你就不能帮姥姥买一个？姥姥，这我最好吃的吐司了。